辑四夜两天近百小时的超级演出，无懈可击巅峰音乐节8月17日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发布会。当天杨宗纬作为该音乐节的宣传大使，以一身休闲装扮登场亮相，令帅气指数加分不少。自《我是歌手》迎来事业第二春后，杨宗纬的声音也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喜爱。当晚他也是一连献唱了多首歌曲回馈热情的歌迷朋友们。面对大海，感受着世界的无奈，用力的我是来回穿梭的梦想。荒唐的人生呀，太过无常，随地下榻，然后又开始各种流浪，一路走一路唱那首《未央》。难道我还想和你一起地久天荒？荒唐的人生呀，除了苦嚷，还要更坚强，才能行走得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整场音乐节的重量级嘉宾，韩庚的亮相无疑引发了台下歌迷们最疯狂的尖叫声。随后韩庚更是以劲歌热舞与观众们一起嗨翻全场。相比情歌王子杨宗纬的深情款款，韩庚的演唱似乎更能引爆台下观众们所有的音乐激情。想到理由，充满了多少纯洁。